Hello，大家好，是老梁。今天老梁带大家去看一窝极品的武功小狗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跟着老梁去看一下。好，现在马上出发。没有什么这个叫能是够武功阻祖宗挡啊，一拳未爆。你对自由的向往。总攻啊，现在我去拍一拍天啊，马行然后空带的给大生家看一下。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。大家看一下，穿这过个小狗幽就是暗的楼上岁月，那个武洪公的后代啊。也曾感到哎，彷好，现徨。在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。这一共是四条啊，每一个头板都很漂亮。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看到没有？每一个如此都是葫芦头。猫耳朵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现在刚刚是30天左右。刚才我朋友说了，还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帮他做疫苗。这一窝小狗，每一个是圆头、短嘴的啊。如果有朋友喜欢这窝武功小狗的，可以评论区告诉老梁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